结或不婚的。这挺好吃的。嗯，真好啊。嗯。昨天晚上拿出来的。不要切断啊，就留这么点。这够吃一顿吧？嗯。买完没怎么用过。让我用成腌料了。今天本来想吃冷面来着啊，然后哎家里没有黄瓜了，刚才去了家超市啊，那边也没有，但是我淘到了这个大萝卜，所以呢我临时改了，改成吃温面啊。其实今天天气挺冷的，吃冷面也不大合适，切成块块。准备这么一丢丢的生姜就可以煮汤去。这个是啥时候做的呀？有三个月了吗？有吧。我给你们看一下啊，这密封保存三个月的辣白菜。看这颜色了吧？如果再过半年，它就完全透明了，走不到了，拿筷子夹不出来。这时候的辣白菜是最好吃的。炒炖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时候做。金总。我们是不是得搞一期什么清空冰箱之类啊，然后把这个冰箱清掉啊，每次找东西都找不到。给你们看一下什么我们家的冰箱啊有多么乱。这就是美食博主家的冰箱。你看这个缝隙啊，手指都能进去算不错了啊。你看看下面。这个你看这么多层的冰箱格子里面全满了，这是冰块的啊。除了冰块没满，剩下全满了。你看这格也满了。哎呀呀呀！我要找鱼饼，但是不知道从何下手。这个交给金导的话，应该很容易能找到。交给你了。我们给你们看一下啊，让金导找一下鱼饼，他给我找这个，不过还行。我是没找到，小伙伴们，你们想看这个清空冰箱系列吗？我们家两个冰箱啊，能搞好长时间的。我清空了那个，家里没有蔬菜怎么办呢？哈哈哈！咱主要是为了智贤而考虑啊，没有不行。好主意。咱把这个萝卜放进去，萝卜怎么？你吃了一半吗？啥都吃呢？今天汤如果不好喝的话，是你的问题啊。少了一半的萝卜，然后再加两粒生姜，先给它煮沸了，然后把这个昆布放进去哈。准备烤猪排，完了将近五个多小时了，应该很入味了。现在盘里面我们装水，盖盖，放下火，200度。先给它烤一个小时吧。牛肉粉，皮鲜，然后这个，这两个啊，味霸，没有的话不用放。哎，好了，这些就差不多。然后是蚝油，中小火一直熬，一定要切细一点啊。放了辣椒面的凉得多。喝能摸个剧情需要啊。啊、哦、需要。哦。蛮喜欢。一边做一边吃，这就是下厨房的乐趣啊。咱们来炒辣白菜喽。油烧热以后把辣白菜放进去。炒成这种德行啊，我们来爆丝，这叫什么呀？酱板鸭。酱板鸭是这么长的吗？应该是。这边写着，食品级包装袋。用手撕的方式怎么样？哦，鸭头、鸭脖。刺的摘下来，
先替自先家试一下。妈要说啥给母鸡吗？给我留一口。我可以想象的到是咸甜味儿。嗯。带辣吗？不带辣。不带辣，切你莫个肉。咸咸甜甜的，嗯，之前完全可以吃。这个是我们粉丝送的，特别贴心的，让之前一起吃，所以没有点那种辣味儿的，嗯，对吧？哦，没吃到。这挺好吃的。我们总是送那个粉丝这些礼物行吗？不行，以后真的不能收了。听到没有，小伙伴们，不能再寄了啊！心意领了。嗯，心意领了，就是有礼物的话，你就上去给我们点个赞，三连一下，这是对我们最大的礼物了啊！嗯，鸡蛋要吃出仪式感，切丝儿。不上去，关掉，开窗，昆布，这时候放进去，然后海鲜饼，晓得有那么多多那个，各个拿不完。不管是什么圆的、扁的，还是长的、短的啊，这海鲜饼一定要放进去，这才香，有一股海鲜的味儿。然后给它来点味淋。用两手过一下，这样的话更筋道。有没有像面摊的老板呢？这个是芝麻，我用擀面杖给擀了一下，来这么一勺海苔丝儿。抄底。买那就上，厨师，请你的妈呢？咱们是讲究仪式感的啊！进到我的，待会儿给你一个啊！姐呢？其实他骨头不灵的。一个长切骨碎呀。嗯。对，这个是粉丝送的。嗯。粉丝送的是吧？还能某个帮你订嘛？是呀。我的。哎，这哪位粉丝送的？这西鸭子真好吃啊！嗯。嗯。粉丝，谢谢。跟那个烤鸡的味道差不多，嗯，真好，真的烧鸡的呀，嗯，真好吃。这哪儿的特产呢？呀呀呀，忘了哪儿了。之前来一个，这粉丝真好，一点不辣，可好吃了。太大了，面和鸭子，拌和鸭子都行。排骨，排骨怎么分？排骨就是。鸡丝干比，嗯，蛮大。买姐，我得一个饭后我感觉面不多嘛。啊，可以，嗯，嗯，面不够。这个都不够吃啊，这个。哎呀，我你可不能说不够吃啊，再吃吧。嗯，嗯，蛮实在。嗯。没吃到你个鸡，你忍不住。好难吃。粉丝这里送来那个，麻小萌送海鲜的那个。嗯。哎呦，这面这么多呢。嗯，不少。嗯，蛮实在呀，蛮香。嗯，年纪，要的我也差没多少了。老不去装走走的街？嗯，没有。那怎么老看我这边呢？他，嗯，我感觉吃的，可是可是蛮难的。不能拿这个人给，是老看我。那搁俺里没，还没得奶啊，搞那么的。鸭腿和那油搞好大干净。杨林，我这个鸭腿和那土给，我这鸭本这么吧。嗯。我这蛮新鲜，那包点和那猪肝。嗯，蛮新鲜。啊你？一样的，我这个拿这个俺大吃。挺吃的，嗯。嗯，给我一个吧。嗯，待会儿你想要都没了。粉丝养鸭子这么近，他们那边的特产、嗯，他们当地的特产，可能他们那边很有名的那种特产，你讲的呀？
百年老店那种。亲哥拍个米饭吃了。색깔바스는 맛있게 안 생겼는데 근데 먹으니 되게 맛있다. 네, 그 색깔바스 때는 저는 이게 짤 것 같았는데 짜지도 않고요. 最喜欢这种不烫也不凉温乎乎的面。 所以叫温面。 먹어. 太多了。 응, 엄마 줘. 응, 대박아. 어이마, 워터 또 이 발라. 아니, 먹고 남겨줘. 먹고 남기고 줘. 응. 아니, 할머니께 조금 나. 응. 아야, 너라도 쓰왈라. 응. 또 기다. 됐어. 谢谢. 라벨 차야, 오히려 진짜 맛있어. 吃完，要不然我这个等会儿想喝汤。哎，来吧，这是大碗大面的，不少人的。嗯。完了。哎，这原地复活了。好像比刚才还多。你看我面比你还要多。老爷想要了。啊。老爷老盯着我这里。你还是跑进来。아我的眼睛我瞅瞅不行啊야내내눈가도내뭐보지도못하겠나강이는그렇다너盯着我的面我的牌了강이는그래그지눈가도지막보면안돼放牌也得呗真的啊该看的看不该看的不要看真好啊，你看，嘎嘎熟了，你看看里边。嗯。嗯。像이제먹으면딱쇠고기비슷하고쇠고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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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응그러면은걸맞잖아都是禽类。太好吃了，鲜货不分的。嗯，就是前面吃，后面吃。来一个，我的螃蟹吃了，螃蟹板吃了没？胸，鸭胸肉，都鸭胸肉呀，哎，먹어야되겠네。鸭胸肉，鸭胸肉먹으면배복근생길거야。你香菜有点那个，有点那个。鸡肉。嗯，有点那个，맛있지？맛있지。啊，이야도맛있다。今天吃饱了。되게질길줄알았는데연하지하나도안찍어요먹이더니색깔봐야돼무섭잖아 짤까봐 아니색깔무섭게생겼다아잘못다喜欢你的视频点击关注我三零五一好了我们每视频就到这里了明天再见拜拜好吃是好吃就是不好意思，粉丝老送东西，真不好意思。是，我本来脸皮不厚，这还给我送鸭子，吃完了不得劲，好吃是确实好吃，真好吃，不是假的，真的好吃，谢谢粉丝。